这是我的弟弟乔。次尼瓦乔塔鲁。这是我的妈妈。佩奇。狐狸先生的商店。猪爸爸和猪妈妈在包装一份礼物。哦，一份礼物，这是要送给我还有乔治的吗？佩奇，这不是送给你的，也不是乔治的。哦，那里面是玩具吗？不。 是一个玻璃花瓶，看样子这份礼物有点无聊。<笑>这是送给大人的礼物。这花瓶是我们要送给猪爷爷、猪奶奶的，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我和乔治可不可以也买个礼物呢？你愿意送他们礼物是好事，只是买礼物可能要花很多的钱。我们的小猪储蓄罐里面有钱。佩奇和乔治的储蓄罐里有一枚硬币和两颗纽扣。那好，我们去买礼物吧。这里是狐狸先生的商店。你们好啊，想要买点什么吗？猪爷爷和猪奶奶的结婚纪念日到了，他们两个都很老了，所以想要一份礼物。我的商店里面应有尽有，保证你在这儿能找到满意的东西。一个大玩具熊，我喜欢这
是给猪爷爷和猪奶奶的。说的对哦。哎，快看，是笑笑牙。这是用发条的玩具假牙，非常受欢迎。那么给爷爷奶奶送这个礼物好不好啊？我觉得猪爷爷和猪奶奶可能还不需要假牙。你的爷爷奶奶喜欢园艺和挖土吗？喜欢。不如一人送他们一个小桶和铲子怎么样？现在是买一送一哦。可他们已经有铲子和小桶还有叉子了，这些他们都有。这样啊，真搞不懂。我的商店里可是什么都有，一定有你喜欢的东西吧？那当然，我很喜欢这个玩具熊，我相信爷爷和奶奶一定也会喜欢的。那我们就买这个玩具熊吧。你非常有眼光，现在请结账。一枚硬币和两颗纽扣，这是找零，一颗纽扣。谢谢你，狐狸先生。